马上要拍摄了。都江堰国际放水节吸引来印度小伙玉安。拉菲尼斯指哪儿呢？啊，就你自身为重。我眼睛都花了那么多字。玉安身边的人是谁？他们正在研究什么？尝一尝我做的咖啡。负责迁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又为当代成都人带来了怎样的福利？Zindabad，Zindabad，Zindabad，都是Zindabad。 这位说着流利的巴基斯坦国语的成都人是谁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这家串联起成都与巴基斯坦友谊的餐厅，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本周六晚7:30，欢迎收看《希望成都》。